去，驰向远方，油门到底，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你心里。想到你身边，周深的第一视角 vlog 来喽，有最真诚的分享，也有最真实的感受，歌会幕后大揭秘，看看都和大家说了些什么吧。Hello， 现在我们要准备去想到你身边的音乐会的彩排了。哇，幕哇，我第一次见这个舞美耶。然后那个真秀那个，哇哦，好漂亮。感觉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老师好，好，好多摄像头。哇哦，哎，就是烦的是，木有观众，但希望你们在线上支持我。哎，好漂亮哦！还有一棵树。森林，我觉得姿势比较像到了敦煌。下一个房子，然后我们的乐队老师们，佳老师好，你好 ，Hello。还有我们永远最孤独的就是鼓手老师 ，Hello。希望你不要被我遗忘。我的贝斯老师，老师们好。我们的导演团队们，还有我们的调音老师们，先这样吧。具体什么样子，大家记得看我们都想到你身边。拜拜。不知不觉又要迎来中秋节了，中秋节是华人很看重的节日，隆重的程度应该仅次于春节了。因此今年的中秋晚会上邀请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口碑较好的明星，而其中周深凭借着过人的实力以及幽默的综艺感，成功被多个晚会邀请，成为了不少卫视的宠儿。央视作为各大卫视的风向标，一直是行业内的龙头。如今央视中秋晚会也全面录制完成，陆续官宣表演阵容。看了名单之后，网友表示这排场这阵仗不报都不行。而在今年官宣阵容中，周深的热度持续上升，期待周深央视的秋晚的新舞台。周深也加盟湖南卫视中秋之夜，周深作为芒果台的常客，不仅参演过多个晚会的舞台，同时也参加过其主导的多个综艺节目，这次参加中秋晚会自然也是无疑的。到底还有哪些艺人亮相此次中秋之夜呢？相信湖南卫视很快便会官宣，期待给广大观众呈现一台高水准的演出。去年的周深同时现身河南卫视、央视、东方卫视、大湾区四台秋晚，所以说明周深的优质和正能量。周深之所以这么受欢迎，原因就是他够专业，也很敬业，对待每个舞台都极其认真。其次就是价格合适，不耍大牌，在同辈歌手中他是最没有明星架子的明星了。最后就是周深个人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绯闻，各大卫视都找他来，肯定不会有什么负面新闻。他通过实力和作品走红，又有才华、人品，这样才值得追逐。
他身上可以完美体会到什么是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才是万里挑一。所以说，周深成为大家争相邀请的香饽饽，不是因为他幸运，而是他多年努力的结果。周深不是一夜成名的类型，他是通过一部又一部的作品获得人气。虽然他如今人气很高，但是他是通过实力逐步获得高人气的顶流，而不是华而不实的顶流。周深在观众的心中其实是一个性格多变的大男孩，不说话的时候挺安静，和歌迷互动的时候他是一个金句不断没有思想包袱的歌手。期待周深秋晚的双开业舞台。 Hello，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白 T， 是不是没有什么，反正就是白 T。 我在说什么，这件白 T 它有个奥妙的地方，就是当就是这个背后想到你身边是我们今天夏日歌会的主题。而且虽然我写字非常的丑，但是我没想到有一天会印到 T 恤上，我觉得这样还不错啊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想到你身边它主题最重要的意思，心与心的距离，所以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桃心的样子，然后把我写的这几个，你说他丑吧他还不是很丑，你说他好看吧他还不到好看，这几个字印到了后面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对对对呀，因为现在我们其实还在挑服装。对，你们觉得是想看穿短裤、哦、但是我知道你们肯定会说呀，但是穿短裤上镜会不太好看。这件不错，你们选哪件？跟这个有我们的元素，哇哦，还有个连体的衣服和裤子，它看着像裙子但它是裤子了。